啊，现在这个世界，因为教育发生问题，啊，所以人对于价值观呢辨别不清楚，啊，许许多多价值观是错误的，啊，他误以为正确，啊，造作许多不善的事情，一定要原谅他，不要去计较，啊，宽宏大量，包容他，啊，佛在这个经上教导我们，说这些人，先人无知，不识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。啊，这一句话的这个教训，对现代社会非常适用。啊，无论做什么样错事情，都不要怪他。什么原因呢？他不知道，没人教他，他父母也不知道，祖父母也不知道，再往上去，曾祖父母也未必知道。你怎么可以怪他？啊，现在小孩一出生，谁教啊？电视在教。啊，你看这小孩，眼睛睁开就看电视，就听电视里头。啊，上学了，上小学。斯里兰卡我不知道。美国的小学一年级就用电脑了，那谁教他？网络在教他，网络里头五花八门，他都收到。这个东西有毒啊，教你们，教你贪嗔痴，教你自私自利，教你损人利己，全教的是这个，把人全教坏了。啊，所以父母感觉的孩子不好教。我说电视教他的时间长，你教他的时间短，他听电视的不听你的。啊，学校老师是学生不好教，是的，学生都用电脑，他听电脑的，他不听老师的。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